我们做这个泡菜一定是要用山泉水。用山泉水做泡菜是不是有点奢侈啊？我们萝卜都已经这么贵了，还在乎什么水？那咱们这一天得用多少水啊？一天5000斤。甘总，这里面是什么？萝卜啊，我们坐空调车过来的萝卜。什么萝卜还要坐空调车？这个。